好，大家好，我是志杰。我们现在人位在台中农会休闲农牧场。那今天呢，很高兴能够受到中华民国历史重演文教推行会的邀约，来参加这个历史重演活动。今天呢，我就要透过这个影片来告诉大家，这个历史重演活动到底是如何运作的。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有请活动的召集人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一些细节。哎，你好。很抱歉，我们保持1公尺的距离。好，那怎样？好，那我们想要问一下召集人，这个活动的起源以及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你可以为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吗？其实这个活动的名字叫做 CNR， 那 CNR 原本是指古董枪械收藏上面的一张证照，那我们把它意向带到军品上面，变成 Camping and Reacting， 露营和重演。因为大家对于说二战的印象主要是士兵在战斗，然而这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那比较少去琢磨于说他们的我刚刚讲的食衣住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两天一夜的方式，可以让更多人第一个了解这个活动本身对于二战历史的重演，那再来就是我们把重心放在食衣住行上面，而不是所谓的打打杀杀。对，部队自己的演练就对了。不知道是演习还是？应该是可以找到他们。好，好，谢谢，拜拜。我听到一群人在笑，你看到了吗？那边有一群穿着怪异的人聚集在那边。绝对不是21世纪的制服。面对陌生人就是要微笑亲切打招呼，他们就会觉得你没有伤害，是无意的。对。我们要。考究，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题材。我可以在21世纪的郊区发现一群穿着大概1943年的苏军，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多拍一些照片，那拿回去冲洗，做一些研究。他们两个都走前面吧，他们俩走最前面。狙击手随便找一个地方趴着。我们知道之后，他会再把消息给告诉我们。请问一下，你可以介绍一下你们这一套穿着是什么东西吗？У меня старший сержант 43-го года, у него рядовой, тоже самого периода. Поскольку я старший сержант, у меня папаша, а у него просто трехлинейка. Он передает просто сообщение, поэтому у него только один подсумок. Вот так. Один подсумок тут. Вот на левом боку. Да. И вот это наше отделение. Ну, как видите, что у нас старший.Лейтенант и пулеметчик и так далее. Ну, вообще-то, нам кажется, что это самое, как бы, почетн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образец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советской армии на Тайване, так что.想问一下，就是你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扮演的是苏军的侦察班，然后我的搭档是这位汉哥。其实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在前方侦察敌情，以及扫荡就是一些首要的目标，让后方的我军同志们知道说前方的状况。也可以看到我们身上这些装备披着这个布，有达到一定的隐蔽效果。但是因为当时对迷彩的概念并没有说非常的重，全世界兵力。最多的一个国家，当时好像我记得中战的时候好像已经有600万人，突然扩军到1000多万人，所以实在是很难，就是甚至对。阿三机枪可以往前了。我们刚刚有看到这边有三位来自芬兰的弟兄，今天所扮演的这套军服，可以为我们解说一下吗？基本上像
我跟这边这一位的穿的，基本上我们两位穿的是兵的下服上衣，跟旁边这位就是军官服，其实不太一样，是他是 M36 冬季服装。那我跟他穿的是 M36 下服。讲到芬兰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要讲到我们芬兰人标配的就是浦口刀。基本上浦口刀是就是我们芬兰人的，算是芬兰人的灵魂了。父母亲会在就是儿子成年的时候送上一把浦口刀，给他当做是成年礼的生日礼物。枪械的部分的话，基本上我们步兵都是采用我们的苏联好朋友借来的，就是苏联的 M9130。把他们全部带起来到旁边去。是不是叫你们抱一下有用？对，等等，等一下你架着，然后我去解除他们的装。还在那 Q 走。那我们现在想要问一下，就是透过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穿的是哪个国家的单位。他们都身穿都是过渡时期 N36 的装备，从1936年做到1940年或1941年多，量太多导致我们打波兰还有打法国打苏联前期几乎都是穿 N36 的制服。今天这次主题是攻打法国，我们的单位是德国陆军第17步兵团。那我们的步枪都是早期的 98K， 机枪的话是 NG34。这位是我们的排长，他穿的制服会比较特别，因为当年的军官制服都是定做的。我们的排长他是少尉，上面17团番号是金色金属，上面的东西啊，这个是望远镜、MP40 弹包、MP40 冲锋枪，头盔的话是 N35 头盔，也算是过渡时期的东西，后面也是开始慢慢被淘汰。这个是军官必备的地图袋 ，LWY 厂商制作的早期面包袋，还有水壶、防毒面具罐，还有这我们军官的手枪套。哎，这个大家都爱的鲁格嘛，哎，把这你自己拿回去嘛。这是我们的步兵啦 ,98K 的弹包，这个船帽是 N34 的船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的一点是，这是我们17团传统骷髅徽，陆军少数传统会有的东西，这个不是正式东西，比如说阅兵啊、受戒仪式啊，尽量不太会去配用这样。那这个的话是我们早期的 98K 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戒指器布袋，主要是防那个戒指毒气的，当时德国纳入很多考量，怕会有毒气战之类的啊，这个不用特意打开没关系，因为这个简单省略就好嘛。这个一样，便当盒、水壶、面包袋、纸铲，还有 98K 刺刀。来，这个 SS 他穿的是 N40 的制服，他的衣服绿色是同样的。为什么会同样呢？那是因为到了4041年后，战争所需要用的物资很多，为了省时、省工、省料，统一做的一样的，取消我们这种石头会的早期裤，啊，就变成像他这个样的。如果喜欢历史文物的，还有重演德军的，或是想要了解，都欢迎找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探讨。这样，谢谢。来了。好，因为我看现场，就是你穿这套蛮特别。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扮演的是哪个国家的军队？法军。我印象中法军都灰色那一套，还是蓝色？那个叫做天空蓝，是一战时候的法军。1916年式的，那个应该算是大家比较印象中最常看到的法军，因为这一套算是法军1940年投降那一年穿的标准，因为投降之后变成自由法国之后穿的会比较复杂一点。那我自己有一个私人问题，在当年德国攻打法国的时候，德国人有欺负你们吗？真是个，我们是很友善的，我们是友善的。好，那我们有两位音味非常重的两位先生，可以我们介绍一下你们今天穿这两个。我们是二战1940年的英国伞兵，俗称的红魔鬼，红色贝雷帽，这是我们的特征。还有什么想
什么想问的？知道的吗？平常任务是什么？因为我们算是比较新兴的单位，在二战当时是空降部队，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先遣部队登陆之前，可能就先到敌后制造混乱或破坏，让敌方后面的后勤出现问题，再让主要部队顺利推进，有点像渗透这样子，就是先在可能在前天晚上就先跑到敌军后面抢下他们重要桥梁，以免像德军他们可能会去把重要桥梁炸掉，因为他知道你登陆了要炸掉，所以我们要先下去保护那些桥梁，先把那些重要桥梁抢下来。哦、那蛮特别，是他身上那种绳子啊，你们这是做什么用的？哦，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这是每个人身上有一条，每个人卸下来组装就可以搭便桥。哦，是哦，或是搭那个要搭一座桥，可能比如说这需要十条绳子，你现场就要找十个人。是，因为每个人基本上一定会有这个，会有一条。对，每个人都有一条，然后就每个人就搭起来。搭起来，搭起来。对，就是绑一绑。哇，那今天如果只剩你一个，你要很辛苦去找大家在哪里。好了，我们活动来到了尾声，那我们今天也很感谢我们总召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其实活动一整天结束之后大家都非常疲累，那围绕在萤火边不止取暖，也互相交流间一整天活动的心得。我们来听一下其他玩家他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主要其实是以一人生的方式去了解这个历史，今年能够重现我们一直以来想弄的苏军的一个标准装备吧，也希望往后大家也可以与时俱进，大家会这样子一起坐着聊聊天喝喝酒，这是最贴近一般人生活的一面。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今天终于玩到我心中真正的德军，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历史。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给了我非常多的经验，也让我看到了许多不同的面目，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希望我们将来可以发展越来越多这样子，因为这个活动是很有意义。你像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国军军史和当时国军的情况这样子。今天很开心各位能够来这个活动，我希望这个活动能带给大家更多对于士兵的生活有更深层的了解，让大家知道说作为一个士兵他应该要做什么，但他除了做战争之外他还有什么样的生活，能够让大家去更理解，而不是永远只是觉得说收集军品只是把它穿出来，希望能够实际的把它用上，并且实际的依照教范去做操练。好了，综合以上他们所有心得，我们可以了解到军人不只是打打杀杀，也还有很重要的是他们整个生活上的食衣住行这些细节。那也很感谢这一次能够受到中华民国历史重演文教推行会的邀约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也期待下一次明年我们再相会。我是志杰，大家再见。